180级了，终于能去天空之城开开眼界了。哼，上去就上去，还警告我啊？什么？原来不会自动飞上去的吗？哇，居然还要翅膀才能上去！可恶，翅膀坐就坐，不怕不怕。靠收集完玛瑙宝石、国王卷轴和200万奇迹币，就能升级加战力，当上干部，做战魔盟主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！哈哈，终于成功了！